野餐。兔姐啊，干哈？湖边的景色贼拉的漂亮，马上就到了啊！这地方我撒了好久了，是吗？我为你准备了一条龙服务，您瞅瞅啊！啥玩意儿啊？爆款桌布，豪华套餐，还有82年的雪碧啊，不，法国39。可以呀，进口酒啊，格调嘛，整个小酒，然后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聘请呢？搁哪儿了？我搞丢了吗？哎呦，这天咋老栽愣了呢？没事吧你？没有事儿，没皮起子，我也能把这酒给你整开。用这个啊，不成啊，好像有点粗。没事儿，换个叉子试试，不戳。你挺能耐呀，这个天才。哎呦，塞的还挺紧的，这小东西。哎，那啥，别着急啊，别塞愣的。我拔出来了，我擦嘞。手滑了，整岔劈了。兔姐，你别生气啊，撸点这个，这还差不多。还有这酒瓶，没开呀。小东西挺有个性哈，拔不出来我就给它怼进去。小宇宙爆发吧，自桑撩起吧，把埋汰变为传说吧，要折了，我怼。我怼怼怼怼怼，要咋还这么掩饰呢？大力出奇迹，我怼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可算是进去了，能喝酒了。行了，麻利欧的，别嘚瑟了。好了，兔姐，是时候了。哎呦，不是吧？没事，再等等啊。这酒瓶还真跟我杠上去了哈！又要这个暗器呀？可算是拔出去了。哎呦，又回去了。嘿，还有个大树叉子，我的手有救了。我就不信这个邪。这树干还挺有弹性。还整出来个弹弓啊！似乎躲不过呀！我这如花似玉的摇篮儿，闹了半天我就是桌面弹球嘛！你就没想跟我好好吃饭？哼！瞧你干的那好事儿，哪能啊，兔姐？你老息怒啊，我让你清醒点儿。兔姐手还在酒瓶子里怼着呢，替我一锤。兔姐你下手真狠呐。拔出来了，终于解脱了，兔姐威武。小兔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咋样啊，兔姐？晚霞配39，去，那要是有点干粮就更好了，多诗意呀。